有心人呢，应该就是前往这个寂静的地方，修学这个佛法，这样呢，就是心就是得以这个清净，心得以清净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修行的境界呢，就是可以出现。佛陀在这个《宝切经》当中也讲了，就是作为这个初学者的菩萨呢，应该就是依止这个寂静的地方啊，就使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得以超入。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前往一个比较与自己的修行就相当适合的一个环境啊，就是这样呢就是。
才能我们的这种内心的境界呢可以开发这个出来。那么宋词当中就是今天也继续这样讲的，何时方以及天然辽阔地，不知为我说，无谈自以行。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心里呢也开始这样这个发愿，然后实际行为当中呢，也尽量的让这个实现这种愿望，有机会因缘具足的时候，一定要前往，就是远离一切困扰、嘈杂、喧闹的这样的这种城市，然后呢，就是到一些这个非常寂静的、自然的一些大的这种环境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些就是辽阔的一些大的这个森林当中啊，或者是一些山洞或者是一些这个山岩啊，在那里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人与这个废人的各种这个就是喧扰的这种声音，同时呢也没有就是你和我之间的就是各种这个争论啊、斗争啊、都没有啊，所以这样的这种环境呢，应该说是在这个所有的历代的这个传承上是都是一致的。我们翻开那个一些这个高僧传的时候呢，都知道就是大多数的一些大成就者呢，都是前往一些寂静的这个森林啊、山洞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深山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深山，那么就是通过精进的实修之后，才能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何时方以及天然辽阔地，不知为我说，无谈自以行。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心里呢也开始这样这个发愿，然后实际行为当中呢，也尽量的让这个实现这种愿望，有机会因缘具足的时候，一定要前往，就是远离一切困扰、嘈杂、喧闹的这样的这种城市，然后呢，就是到一些这个非常寂静的、自然的一些大的这种环境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些就是辽阔的一些大的这个森林当中啊，或者是一些山洞或者是一些这个山岩呐，在那里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人与这个废人的各种这个就是喧扰的这种声音，同时呢也没有就是你和我之间的就是各种这个争论呐、斗争呐、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这种环境呢，应该说是在这个所有的历代的这个传承上是都是一致的。我们翻开那个一些这个高僧传的时候呢，都知道就是大多数的一些大成就者呢，都是前往一些寂静的这个森林啊、山洞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深山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深山，那么就是通过精进的实修之后，才能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
相望啊，就基金处的这种树用，何时具无具，为一次不当期，非道不许以乃至不必提。那么有同时呢，就是法院就是我们要这个相往寂静地方，在寂静地方的话呢，相拥的这个财富啊，就是永者不尽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快乐。那么我们心里面也是这样想，就是我什么时候呢，就是居住在哪些这个寂静的地方啊，就无忧无虑的，就是居住在那些这个地方啊，在哪里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这个生活啊、用品啊，以及这个自居呢，就是非常的淡泊，很这个简单的，应该就是为此一些这个薄雨啊、散衣啊，以及这个西装简单的这个生活用品以外的话呢，其他的就是什么都这个不需要的啊，就什么都不需要，甚至呢一些那个土匪强盗呢，就是不需要的那些衣服呢，就是作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就是遮蔽的这种这个衣物啊，就应该这样这个像。
前往那个信的这个功德，何时复还您？除仅此，除仅生此，请他姑进我体，悉解慧明法。那么这里意思也是心里面也是这样发愿，我什么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复往一些这个石头林，因为石头林呢就是看见很多的这种尸体，就看见这样的这个尸体和整个一些情景之后呢，就是心里面也是产生一种就是处理性啊，就是深深的就是体会到这个轮回的这种本性，尤其是呢就是别人的这种骨头和自己的这种身体呢，就是可以互相这个观察对比，对比之后呢，就是最后也知道是啊，就石头里面的很多的这种这个，不管是这个新的骨头还是这个旧的骨啊，就全部呢，就实际上以前就是是一些人们的这种这个身体，就是当时呢他们也是如实执着的，而现在呢就是他已经就是在这个石头里如实的就是就是变成了如实的这个视觉，那么我的身体呢也不例外，也应该会这样的，会也降了这个教研，就是看见别人的这个别的众生的骨头的时候呢，就想就心里面想啊，这个众生活着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身体是如何的执着，可是现在呢就是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那么跟我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把众生的身体呢就是与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去相对比，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呢与众生的骨头呢也是是相对比，我现在就翻过来说，我现在呢就是每天都是啊，我的这个身体啊，我的这个心脏啊，天天都是执着自己的身体，可是到了一定的这个时候，很快的时间当中呢，跟这个石头里面的就是这些白骨呢，就也没有这个任何差别的，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差别，一定会是我也是，终有一天呢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现在这样特意的去执着，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的是没有。所以心里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观察。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到了这些这个实验里面的时候呢，要发愿这个为主的。到了一些这个石头里呢，就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就是观这个厌离心呢。前往那个信的这个功德，何时复还您？除仅此，除仅生此，请他姑进我体，悉解慧明法。
那么这你意思也是心里面也是这样发愿，我什么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赴往一些这个石头林，因为石头林呢就是看见很多的这种尸体，就看见这样的这个尸体和整个一些情景之后呢，就是心里面也是产生一种就是处理性啊，就是深深的就是体会到这个轮回的这种本性，尤其是呢就是别人的这种孤独和自己的这种身体呢，就是可以互相这个观察对比，对比之后呢就是最后也知道是啊，就石头里面的很多的这种这个不管是这个新的骨头还是这个旧的骨啊，就全部呢就实际上以前就是是一些人们的这种这个身体，就是当时呢他们也是如实执着的，而现在呢就是他已经就是在这个石头里如实的就是变成了如实的这个视觉，那么我的身体呢也不例外，也应该会这样的，或者也降了这个教研，就是看见别人的这个别的众生的骨头的时候呢，就想就心里面想啊，这个众生活着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身体是如何的执着，可是现在呢就是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那么跟我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把众生的身体呢就是与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去相对比，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呢与众生的骨头呢也是相对比，我现在就翻过来说，我现在呢就是每天都是啊，我的这个身体啊，我的这个心脏啊，天天都是执着自己的身体，可是到了一定的这个时候，很快的时间当中呢，跟这个石头里面的就是这些白骨呢，就也没有这个任何差别的，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差别，一定会是我也是，终有一天呢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现在这样特意的去执着，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的是没有。所以心里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观察。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到了这些这个实验里面的时候呢，要发愿这个为主的。到了一些这个石头里呢，就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就是观这个厌离心啊。Bandarangara, Banna Sadar Dhan